이 계좌 소리 자 와인 아이들 이강제와제로 안기나리 타오지 이제 보호인 이마베라 진리 참다지로 지구에 와오지의 감성 就是讲，你若要参加太平洋西部的活动，那都较早报名拢无位啦。去年啊呢，今年啊呢，但是阮就伊呾讲，伊招的人拢要伊熟悉，真正伫社会上，真正有替台湾的认真伫思考伫拍拼啦。所以恁今仔日甲我相像，相当的经验，今仔日会当坐伫遮。来做伙来庆祝太平洋西部38这个周年纪念日，咱做公民啊，阿妈是做啦，太平洋西部拍起来拍拍好。一间公民不是介大间的报纸，一当放假，真久才成功。伊是 such a unique mission， 我就是包米酒。台湾拢无一个做会到，一种贡献后面历史十九级的地位，下面安静声，太平洋西部发言人单位的医师来台请安。多谢各位来捧场哦，恁咱1987开始一直捧场到今日。非常的感谢，而且感谢咱的董事长陈英财先生，还有夫人方女士。那迄个1997，若无因两个出来，阮来就差不多倒啊。当然是无一定会倒啦，本来变16变成两张，还是变成4张，好多变。啊，另外我在遮吼，就是要来怀念咱过去吴世林先生，伊伊个性格吼，就是安尼话好讲，四季对家，啊，所以太平洋我在参选。另外个一位就是吴松元先生，吴松元先生伊嘛发出咱的声音。啊！伊为着咱太平洋幸福，心中全咧太平。啊，你的贵姓？啊，其他吼，咱遮个特别社长，啊，拄好就叫王锦聪医师，王锦聪。伊吼，从太平洋幸福从迄个北大方阵哦，会变成按 computer 来，所以也功劳蛮大。第一台的社长是陈建全先生，伊即摆要做阿是，伊咧从这个律师来吃好个。啊，江昭仪伊是伊嘛伫台，啊，咱即摆社长林文杰，蒋勇，这伊蒋勇吼，就是因为伊一个太太吼，蜜花勇。太平洋西部有这个福气，今仔日请你大家来遮，我结果给伊做一件，拍摄，多谢。请听，阿哥讲的上辛苦的，社长，你们就社长来介绍今仔贵宾，当然大家拢贵宾啦吼，啊，看边阿公。This is a very challenging task to recognize the VIPs, because all of you are VIPs. 真正真正私底不好好的工作吼。我想头拄啊，林书讲的真正确吼。咱在座的无一个人忘记，是要来遮斗阵的，是要来朋友做伙来庆祝，还有是做三十年吼。啊，真感谢！啊，恁大家拢是嘛贵宾，总是吼，咱个社区内底足侪社团个负责人，因吼奉献伊个时间，奉献伊个精神，奉献伊个精神，来做伙向咱，帮助咱个社区，咱社区个发展真好。啊，
今日同工，啊，伊讲我啦，伊说我啦真是太明显，所以我想讲利用这个机会，咱大家来 recognize， 你好好，我再想到你这个，当然，咱是为台湾来，咱是台湾的政府，是咱的祖国的政府，作为台湾政府的代表，啊，伫洛杉矶也是咱做伙拍出来的这个拍子。我们今天很欢喜有中文署的副主任陈明思副市长给他总干，啊，他敢拍拖啊，讲中文署副市长，代表市政府中文署带领各部干部，咱国际公民，咱有交会会驻北美洲的总协调，就是咱啊洛杉矶调解中心的主任洪贵堂副主任。我们今天跟你们说，我当我们会徐永峰、何进，还有其他的好朋友，所以徐组长今天是来挑战的哈。跟到调解中心的副主任，傅以倩，一姓傅的哈，这傅主任特别来挑战傅以倩哈。咱永峰跟进的秘书。蔡俊伟教授，他们也会郑秀兰主任介绍。我们小部老大一起上，现在我们老咱台湾小部老大上，林隆松嘛，一起咱的单位还恭喜你。我们今天想听听来这担当啦，加英雄，咱两个做 MC 哦，所以欢迎送哦，谢谢。报告画派的中委丁武徐德倩陈正义来跟他那你报告有一回委丁武黄美秀 Agnes 黄家银行的总裁哈亚兰天亚兰主任总跟他们太太夫妇亚兰刚第一球台湾 tax， 伊讲 ，I promise you， as long as I land in Los Angeles， I will be there。所以他 delivered his promise。Thank you very much。咱台湾商会的会长许先生，啊，会长来参加。文化部会长啊，吴兆宏，吴兆宏比较好，换了洛杉矶不能稳定哈。咱东北台湾的换过来稳定，啊，李贤贤 ，Tony， 咱台北是个很好的文化的建筑，是咱的台北花卉，你今天的表演支持的哈，稳定就是关。我始终听外听的，台湾人西会是西听西说，今仔讲就两地方吼，阮的会长是黄美芳，我是以 Chamber of Commerce President Paul Chen， 台湾是 American Pen Club， 台湾人必会会长李淑英。你好啊，咱有一位贵宾非常特殊，伊伫个志愿讲，咱个台湾人个小姑子生意一直爱去做庄，伊讲拍死都做，所以伊担任阮个太平市部个一部个社长，一部关起了足艰苦，艰苦吼，伊讲我毋是要过来办这一部，啊伊以前个路就办。台湾一个，伊就是
易果通。所以中国有北京蔡汉城，还能台湾日报董事长黄启史黄先生来了，哦，你好黄启史啊，谢谢，欢迎欢迎。安家东校友会会长沈义贤，沈义贤，谢谢主持人各位好意的老师哈，一起专门接接第二一下，谢谢谢谢主持人，接第二，人造卫星的，看起来第二，啊，咱迄个国际金融人物啊，到时会一会长。这位电话可以拿给你，就是徐东方医师，徐东方医师在。这里还有人问你，李成奎博士，李成奎，李成奎，谢谢谢谢。咱台湾公益网的创办人黄树仁先生，你比较感恩我们第一次领奖，我们来做这个。我想讲，两个明天吼，有生一群三个吼，就是专门的，一个点数的特别辛苦他们，哦，特别辛苦。然后，一个点数的，咱到那个点头，可以嘛？三个是吧？大家好，我想大家支持，好不好？那刚刚我也很多啊，验证，那刚刚我是都会做验证啊。因为是因为咱这个这个他们特别是我合作，他们又是来创立这个台湾数量中心，来在单位是咱的单位的也有地方执行长黄俊强，所以在立功的两位回应也名哎，我三军全队我就也名是赖慧娜。开始吼，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恁哪家哪会位啦吼，啊这把我讲的介绍放在里面，谢谢。咱台湾人，我把酒台湾客家话的顾美人会长，顾美人顾会长放在里面，谢谢。啊，咱这这个台面台面公会大会，刚完婚会，已经做过两套事，做过。自由台湾党的爱国就是刘鸿明，以及 Frank， 欢迎 Frank， 谢谢。你刚刚站走的一个领队，你好，大家给代表咱给上线的坐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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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康吉的领队，吴宗辉，你好。台湾民众，台湾民众好友的会长谢文香，谢文香，谢文香在哈，有一个机会啊，欢迎大家去参加有足够的迄个天光节目，大家来欢迎啊！迄个台湾师范院校联合会理会长林树明，作为借力的。林淑敏，要不来你？我以后你那边先生，你怎么不看到你跟我讲别人来，我没支持，你问我没支持，对不？啊，那你代表我们的创办人田荣光先生，田荣光，田荣光，你对不对？荣光，哦，已经盖好，足够大。去台湾请一个48个的华语团要来北美洲表演，刚才迄个团啊，都爱开2000万的美金，哎，不是，这不是台币，是2000万台币为迄个台湾团，啊，佮遮的费用超过20万，真好拿叫伊，伊即款的精神哦，实在是咱台湾拍死个代表，高伟，我讲。
就是给别人一些资源，但呢，有人来，借钱来资金借贷嘛，很刚好的话，你出题的时候，有来，他也等下这个题，你们这边多多还是好好好，谢谢，谢谢。咱有几贵宾，一个八，一是前台台公共卫生两院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啊，是台湾新社会发言人，伊的名号做王秋松，啊，我告诉你，谢谢。咱今日有几个贵宾为沈杰过来，啊。Hello， 都来起来，安尼是美国当中心的执行长都要搞，请你起来就好，你来看一下。Hello， 因为是美国飞下来哈，因为是咱国民党的国议会这个总会议这个主办方，因为阿马乌伊北韩出来，就是跟伊啊，咱哩特别是有下个与黄家伯，你要注意哈，这个名叫做嘛，呀，伊。谢谢各位大家的支持。我是今天特别的来宾，就是太平洋新闻驻华盛顿的记者，为华盛顿特别来参加这个新闻的吴先生，伊就是陈如珍那个对，如珍那几对，如珍在那里哈，他们吴先生得奖哈。啊，真感谢哦，大家的能耐。但是我特别是说吼，真感谢大家，讲除了这读者啊以外，有真侪广告的厂商，啊，这长期甲咱支持，啊，今日伫咱中间，咱这产品中间有几位，啊，代表报社，代表恁大家的谢谢。有第一位，有一个医生，叫做赖家基，赖家基，赖家基还没来。大家一起来讲吼，我跟你讲，任何方面对。啊，陈信宇医生、陈信宇梁医师、陈医师在那里，就是一台工厂哦。陈医师，你好，谢谢谢谢。啊，有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客户，是阮在会的先生吼，黄一鸣，黄一鸣吼，啊，咱台北协会前会长吴立业，伊嘛是特别伫刚刚同仁很公会，谢谢谢谢。另外，咱台北农委会，哦，咱过去那台会长，我非常的同意，谢谢。啊，咱今晚的会长黄丽丽，李贤群，哦，嘛是很高的。黄家银行，阿兰，是咱的是。作为公共电话，谢谢，谢谢大家。啊，等这个场合吼，我是一个感想，恁大家哪吃啦？啊，咱上午办到前三个，我咧讲的，你拢吃袂着，惨，对吧？我是，本质上我是不是一个叫严肃的人？你喊我做一个演员，就是，这种场合，我不是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但是我咧讲的是讲。咱在两年前已经相同的地方，我因放的什么工厂啊，你可能不记得哈。我是讲，我伫办太平的时阵，咱只只好是定一斤青铜的玻璃镜头，镜头发明但是无出路。但是我。去代表你讲的意思，我们终于把那个玻璃打破。咱特别是我们老板，坑底的华盛顿 DC， 我们要先去坑底华盛顿 DC 的 National News Museum， 是老板的展示，代表全世界各国华文媒体、四个华文媒体，我就是不能打破那个玻璃，咱才能打破。这个才能超越。我是咱一个拍拍的嘛，一个玻璃，咱就咱节目的时候再来讲。但是我是真感谢咱
一位吼，我叫贵，阿妈到尾也先讲吼，啊，伊阿公也是阮在文化方面的好友吼，就是阮古早同阿到的，一是足亲一个朋友，我是文先生，啊，我太太是爱姐，一天到晚咱特别可以 recognize 一下。我是现在健身大路在吼，伊真正是疼人疼上侪吼，一个真做真好健身的，有信仰的人，我对伊就是尊敬，今天就是欢喜，也当来感谢他。啊，我来听讲，我讲的遐，遐我在恁当时吼，随时进来同我讲，卖我死的，一定卖我死的，我就会。但是你做的是很多精神啊，也感谢，感谢各位，啊，感谢大家，感谢老师。咱今天吼，我们的政治人生的演讲，真多人来直播，连同的这几个热情的学生，讲我们多少的课堂的学习来变，变成这些课堂变好，我们好好来做这些建设。啊，多谢各位，啊，我来讲很多，谢谢。咱今日吼，啊，大家拢来遮做欢喜，但是是来遮听书，来遮听书的吼。如果咱是咱的政府的代表，咱副处长吼，有贺词，就来给咱小哥，总提供咱小哥支持太平区的干部。那今晚就请咱的副处长啊，支持副理事副市长，谢谢。因为是抗疫，我们太平洋十大饮食长，嗯，太平洋是由陈柏霖，还有咱在座这么多咱台湾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是非常荣幸，代表咱建文处夏处长来到这所在，庆祝咱太平洋事业部创刊39年的感恩忏悔，啊，非常的欢喜，看到咱太平洋事业部。有咱台湾的前辈，我先是今仔日为只代表创作，只要经过咱这么多、这么多咱台湾的乡亲来支持，予咱太平洋事业部会当有今仔日的成就，今仔日非常的感动，看到咱这么多、这么多台湾乡亲。来支持咱太平洋事业，更加重要就是讲，咱大家拢是来自宝岛台湾，这是咱大家共同的母亲，咱大家有心来疼惜，但是嘛是爱有媒体来把咱做一个宣传，咱太平洋时报创刊。30多年以来，秉持着心系台湾，啊，关怀咱台湾故乡，哦，所以一路走来都非常详实的报道有关咱台湾政经方面的消息，啊，更重要的就是咱台湾民主化演进的过程。还有，同时也记载着咱台美人与美国的点点滴滴
进一步来巩固我们台北人对台湾的关爱，同时呢，也进一步来促进加强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我们台湾的处境非常的艰困，需要借助我们海外的乡亲，大家共同来打拼，让咱台湾的民主主权会当继续来发扬光大下去。那今天据我了解，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促成这次将咱太平洋时报的档案资料来交给南加大 USC， 来成立一个台美数位电子档案资料库，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 USC 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能够来跟世界各国的大学做一个交流跟合作。然后呢，透过电子化的方式来跟世界各国的大学做交流，让我们的台湾史料能够站上世界舞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在座所有我们台湾乡亲，大家踊跃来支持，出钱出力，让这个台美人数位档案资料库能够很快速的来建立起来，对我们台湾将来在国际上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想也不用再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最后我要祝福《太平洋时报》新机快乐，在座的台湾乡亲，新机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多谢，谢谢。多谢郭主任，啊，文件发到了，现在你吃饭啊，所以我讲，不用我吃饭啊，我唔知你要叫几个哦，这是我看过介绍来宾介绍上久的，但是嘛是我感觉讲介绍来宾内底，我感觉上温暖的一个，因为敢那伊属于一个家庭内底介绍家己兄弟姊妹安尼，你拢无感觉讲足无自然。你有这个感觉无？这就是太平洋世界的范围。我想今仔日无一个人是哦，文杰江边讲拜托的啦，啊，捧一下场的啦，票真歹卖哦，大家抢票一排啦。哦，啊，这就敢那讲大家兄弟姊妹啊，啊，这个太平洋世界30周年这大日子，啊，大家做伙来庆祝，我想这代表特别的意义。下骹安请。洛杉矶教育中心的主任嘛是八米九总协调，安尼欧主任来来讲两句话。我想谢谢最佳司仪哦，咱林董事长亲自做司仪，咱太阳时报诶，咱赶快迎你，赶当时没有甲啊文静下定吼，甲蔡慧娜。会长，我讲在座所有的下班的这个啊，酒店加咱所谓前辈，应该讲前辈安怎讲呢？其实呢，太阳时报我是逐礼拜一定爱看，每期拢爱看，因为呢，有两个原因，就是讲咱这个太阳时报在台北人社区吼，上重要的这个啊媒体。第二点就是讲吼，其实伊是真好看。哦，我看了完全无变样，讲因为要做这个工作，所以爱看这个太平洋时报，因为是足好看的啦。内底报道吼，实在是讲，唔但是讲咱社区的新闻吼，对于咱台北人跟台北关系所重要的议题吼，伊拢有足深入的报道，而且唔是干那尼啦，伊嘛足侪咱些软性的物件，比如讲啊文学啦、艺术啦、讲音乐啦吼，还是讲甚至包括投资啊吼。伊拍个即个新闻拢就做啊，所以咱即个报纸实在是真了不起，办30年。咱台湾一句话啦，是讲，你若是要害一个人吼，你就要去办报纸啦。
因为足歹办的啦，啊，拢一定交钱啊，哎，那些太牛气无，三十年拢无间断吼，真了不起。我来遮服务到三年吼，那等到台湾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吼，比如讲咱要选总统吼，还是讲啥物重要代志，第一个来探访我就是咱林文正社长，还是讲咱赖惠娜会长，伊就要来报名，我安排伊等于采访我哩吼。所以讲太平洋事务虽然是真大个过状，但是对咱台湾的关心的程度吼，是上大个啦。我感觉这是最了不起的所在。我本身吼，我做个工作吼，即嘛是伫做教务吼，服务咱大家中心。那我是学历史的啦。我较早十几年是做新闻，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观念。我知影讲吼，咱这个社区啊，像咱国家吼。真需要一个真好的媒体来给咱报道咱的新闻，而且这报道的本身呢，啊，在报道的就是新闻，但是呢，报道了之后吼，啊，其实是历史啦吼，就是 news used to be， 你懂 ？history used to be the news。咱这个太原新闻，这个新闻吼，在咱所有咱中文的这媒体内，是上特别的、独特特殊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1987年，咱台湾改良，甲即马三十年。然后你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吼，上重要的、上感动人的所在，这个来源吼，拢是太平洋事务在咱报道，所以咱可以一个制作，咱就拍拍开，来鼓励一下好不好？是咱真感动、真感心的吼。而且我今晚在讲，咱这个台湾事务跟咱加大吼，做一个台湾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s， 我感觉表示讲咱太平洋事务，咱所有的前辈。咱即马林文正社长吼，对咱这个媒体的重要吼，啊，甲希望透过咱媒体，会使做咱台湾的历史吼，啊，甲咱台湾的这个identity 吼，会使可以变成一个永远保存的物件，是真了不起的讲法。所以这个玻璃已经拍破，而且这个，因为是苍蝇，我感觉应该是一只老鹰啦吼，被飞出去啦吼。所以咱后摆咱。今天是一个开心的，因为咱这个台湾历史的 archives， 唔只干咱太平洋事务要去内底，咱所有代理人、所有重要的历史、咱重要的社团吼，所有的文献、所有资料，拢爱摊去内底。我感觉这真重要、真了不起的代志，我特别觉感觉真感动啊！表示我上大的支持吼。我感觉咱这个今仔日的参会吼，有遮侪人来参加，而且都是主动来的。啊，做海外所有的社团哦，拢是真重要的社团。我刚刚就讲呢，我再多一次吼，恭喜咱太平洋事务，咱所有历任的社长，我甲你对我上心的这个敬佩之意。把希望咱太平洋事务，后摆过30年、30年、90年，永远来发挥咱台湾的精神。多谢大家，多谢。